是可能就是要买你讲的那个，那个应该比较便宜吧？那可能。可我怎么记得也是一千多块？一千多块，那就都一样。啊，但这个好像又可以坐更远呢。可以坐到越玩越大的桃园跟新竹的边。以后就是台湾1000块搞定耶。不想太多。全台湾1000块。有啦，等到大陆统一台湾的时候就可以1000块。那不用啊，都不用钱。你还可以坐直接坐到大陆去的，哦，这么酷炫！你根本不用坐到高雄，你可以直接跨海，完美，还变成高铁都可以坐，这么酷，连飞机都可以坐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哇！台湾直航北京，哇！我要新疆啊，我要直航新疆。哦，对，这个很棒。新疆有机场吗？有牛啊。牛可以骑牛，免费骑10天，可以骑牛。